单身联谊大会，推销家人不藏私。因为看到你，我的心就超速了。牌品有点差。我弟是那一种会给你钱去打牌的人，很棒，因为我很藏书。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变这样子。家人联谊大会，山上优雅比姐姐重要。我跟山上优雅掉到水里，他会救山上优雅，他不会救我。姐姐会游泳，我不会游泳。你居然扯谎！一点是一点，我的姐姐呢？她会游泳呢。我交不到男朋友，我堂姐、堂妹、表姐、表妹也都交不到哎。啊，什么？你要不要介绍给我堂哥、堂弟、堂表哥、表弟，什么一大堆的，在他们都母胎单身哎。尿不顺哦。你也可以介绍给我啊。哦，同学来了，快带你家人跟我联谊吧。这个单身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其实还好啦，你都不苦恼了，我苦恼什么啊？没有啦，我是说一般人嘛。哦。尤其是这样，过年期间，我们每一年都是做一样的主题啊，都会说过年家里面人就会一直问你啊，啊怎么还不结婚，对不对？啊，就是你身边怎么都没有一些人追求什么的啊？你其实那个认识的合作伙伴嘞？对啊。啊，我就说啊，都已结婚啦，不然就是阿 Ken 啊、阿豆啊。哦，对，哎，没得选了，怎么搞的，对不对？这样子，其实我跟纳豆都是不错的，对啊，哎，对，哎，他丰田也不错啊，可以啊，哎，要不要考虑一下？好啊，哎，我用，对啊，好多了，哎，我其实我跟你讲，因为丰田你这个身高好，因为他老是觉得他自己身高稍微高了一点，哎，他就在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可以吧？在我面前，对啊，可以吧？小鸟。你看他在你旁边就小鸟依人，他你今天怎么了？很棒哎，怎么好像可以耶？丰田的脸好红啊，你脸太突然了，开场才一分多钟，我们就促成了一句装良缘，先恭喜恭喜，对呀。可以，真的可以试试，还要考虑一下。真的，你们就出去约会看看。这小鸟依人，他站在我旁边跟一个大雕一样，在你们旁边，好痛，好痛啊！力气还比你大，好痛啊！手脱臼，你看，女巨人，所以哎，对对，好像晋级的巨人一样，你知道吗？才把我吃掉。所以单身都有一个原因的，对，有一个原因，所以要找到对的人啊。对，所以今天有三位女艺人带着自己的家人啊，他们也是莫名其妙搞了半天，不是今天不是解决你们的问题，是解决你们的家人的问题。我有孩子，我也很想被解决啊，但先推弟弟出来了，先推家人了。对啊，所以齐慧姐带来的是你的。好，我带来的呢，这一位呢，他是正义感十足，然后非常纯情的大男孩，他是来自我老公的表弟。哦，老公的表弟。对，然后因为我老公现在在一起第15年，所以我跟他呢认识了15年了，所以就认识他非常久。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怎么说呢？那时候就是他小时候看到路上有那个救护车，然后救护车来了，然后就会拿起旁边的树干。然后直接把它拿，哎，不是树枝，树干太大。拿树干，他是超人吗？你在编这个故事也编太凶了。因为海产跟我说的。对啊，你们他刚才把车子搬起来算了。分享。拿树枝，然后他就会把树枝拿起来，他就会开始指挥交通，他就会真的认真跑到路上，然后指挥交通。哦，那他还是个好男人。他是个好男人。那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条件。好，来哟。年龄40岁，身高180，单身5年，职业是快递，年薪150万。对，他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180哎，180公分哦，身高 OK， 身高 OK， 跟丰田一样，高就是帅80%，说明配，哎，就顺便配到安心雅。哦，可以哦，可以看看，可能哦 ，OK 哦，这个啊，跨界嘞，啊，我们要欢迎直达，直达。直达哇！哎，帅哥哦，欢迎直达！哎，等一下，帅气帅气耶！帅哥哎，好，40岁，帅气帅气。直达跟大家打声招呼。
哎，好可爱。大家好。哎呀，勾机啊，勾一勾一，单纯的感觉，对，最好的第一印象加分。他超级认真的哦，等下再跟你们分享。好，等一下我们好好聊，好好了解一下。接下来是拉拉的，你的什么？我来介绍一下我表弟，他是帅到表弟。对，帅到掉渣的孝顺男。其实我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跟缺点，就是我表弟他长得很帅，但他很宅又很孝顺，就跟我一样，就是长一脸妖艳贱货。但我也是，怎么会这样讲？真的，我就是也是很宅，然后很付出在家里的那种人，所以都常常因为外貌吸引到不对的人。OK。然后我这个表弟呢，他非常的疼他的奶奶，就是我的姨婆，他的那个IG 啊，限动，所有都是奶奶的照片，煮饭给奶奶吃，然后还会壁咚奶奶，然后带每个礼拜都带奶奶去医院洗肾两次，他就是真的很孝顺，很孝顺呢，很孝顺，然后会帮奶奶按摩哦，他条件也很好，哎呦，他33岁，然后身高175公分，单身已经两年了，两年了，对，然后他。他职业有很多，斜杠很多，最近又很爱赌博，他赌博都会赚钱，厉害。但我问大家，他有赌博？对啊，是什么？这是 OK 的，他是介绍拉拉。赌什么？赌什么？赌什么？就是说他，比如说去澳门去玩一下，他都会赚，是吧？职业的那种扑克，哈，职业的德州扑克，对对对，哦，他就跟人家打那个比赛的那种。对，会有输的时候吧？好像年轻的时候有输，他现在就是有喷一点回来，有喷一点回来。来，那我们要欢迎他了，欢迎仔仔，哦耶，帅哥仔仔，也是很帅气呢，对，长得很可爱啊，孝顺的孩子，仔仔你好啊，你好，你好，大家好，你把叫弄尾书哦，偏影比较多，偏影比较多，厉害哦，气不错，可以拜拜的对吧？好 ，OK， 待会好好聊一下，接下来张文琪的哦。我这一位哦，这一位是有求必应贴心暖男，我弟弟啦。然后他贴心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忘记带高跟鞋，他可以从三重我一通电话，他就从我家，然后就帮我送到棚内。或者是不是他太闲了？对啊。没有，比如说他之前去那个美国的时候，他一个人一个男生哦，他载差不多4-5个女孩子出去到处游山玩水。哎呦。然后行程都是他安排的。非常的贴心，然后他就是导游嘛，不是啊，很多人都把他发好人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一下他的条件，对，看他条件，年纪今天算小了，31而已，对，身高170，然后单身多到无法细数，他没有交过女朋友，完，31岁，哇，真的，弟弟没有交过女朋友，那我们要欢迎张文腾，文腾啊。文腾，哎，文腾可爱，我是说可爱的啊，哎，你吸了几个高级高级名哦，他就是可爱的。好，今天都带了这个亲友来联谊嘛，那要就是还是要问一下择偶的条件，对，要人本人都出来，就是要问问他们嘛，好不好？怎么样？手脚都要很漂亮。对，对我有点指控，我觉得女生的脚比胸部还要私密。所以如果朋友如果带女生来，如果他们是穿那种露脚趾头的，我都不敢看，会觉得有点害羞这样。所以我觉得女生就是手脚一定要漂亮这样。哦，而且他的指控是很夸张，因为他不是说比胸部还私密嘛。然后他有一次看到我朋友的脚踝，他竟然给我，什么意思啊？给我起色心哎，起色心，然后他看到大胸部都没什么感觉。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姐，我现在站不能站起来。对，脚踝，我旁边有一个也是脚控。哎呀，文腾也是吗？对对对对，脚控，就是脚一定要直，然后也要摆。刚好现场有两个腿控的人，腿控，所以我们制作单位有帮你们找了一个辣腿美女。哇哦！哎，是谁呢？我们要欢迎她出场，辣腿第一位，欢迎刘静宇。不会，
一下，先装一下，很厉害了，是不是？对，腿这样够直吧？超美的，很美，谢谢，谢谢。超美吗？对，稍微你稍微这脚这边有一点点伤，有没有？对，因为我常背人呐。好了好了，哎，再一个再一个。不是。那想问问心宇，你会下厨吗？哦，我跟你说，我不只会下厨。而且我还有做料理包，爸妈很会卤，什么控肉啊、卤猪脚那一些的。然后也是因为他们很会下厨，然后从小都在家里帮忙，不只是帮忙下厨，还会帮忙卖鱼。对啊，所以最厉害的就是网络上面他在卖鱼的，对，所以一定会杀鱼。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就是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迷人嘛，那就是杀鱼。所以我今天就是带来了我的杀鱼的工具，随身携带，好，杀鱼给你，给你们看，这弄到鱼片的鱼鳞片，来来来，请看，来。好，刘心宇的鲨鱼秀来了！耶！才艺表演，这也太大吃了吧？真的有加分吗？有，有真的吗？会做菜的，这个是一般的，一般的无锅鱼了，对吧？对，这是无锅鱼。无锅鱼，小心，来，我帮你们挡住。啊，先去鳞片，对，去鳞片。你有曾经就是刮鳞片，刮一刮，然后那个鳞片啪就粘到脸上，最后你根本不知道，就过了两天以后它。等于是好像融入你的皮肤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过两天？为什么会过两天的那个？没有吗？那感觉就是没洗澡，洗干净嘛。啊，因为像我们就是会很认真洗澡，去了差不多。我觉得鲨鱼真的超难，我要鲨鱼的刀工。哦，现在是去内脏。对，好可怕，我很怕弄到你们。不会不会，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怕弄到你们。先要先把内脏挖出来，挖出来，清干净。处理的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它的味道。对，对啊，有时候不小心把胆弄破，整条鱼很苦啊，就苦掉，就会苦掉。对，然后还可以再画个线。如果说有些人煎它，就是你知道不好煎，你就会帮那个阿姨画个线。啊，对，就完成了，帮阿姨画个线，对，就刚好厉害。好加分哦！抓那个内脏什么的，对呀，心儿姐，他这样整个从里面这样挖出来，感觉起来非常熟练啊！刘心宇有没有加分？文成有没有厉害？有，真的很加分。不过我还是有点害怕那个鱼的那个腥味，所以我想说把心宇留给另外，先留给他们好了。后面一定还有更好的。哎，还给你挑嘞！文成，你太挑了，你单身不是没有道理。对啊。下结论，他很一岁，不敢呢。好好，没关系。哎，心宇表现得非常好，掌声鼓励，谢谢。OK， 哎，但是我们要顾一下直达，直达对于这个另外一半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什么样条件？其实我很不挑啦，我比较看重是心灵上的契合啊。对，不是你可不可以？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很不挑？这样谁被你挑中了都不是很开心。对啊。因为他不挑，所以他才挑我。应该说我没有什么条件，我只希望心灵契合。对，要会讲话。然后特别要求这个嘛？哎，对他特别要求这个。笑弯弯的电眼。哎呦哎呦，好，笑起来可爱的。对对对对对，我对电眼无法挡。啊？哎呦，是以前是怎么样？就是又有一个电眼，然后你又。是他。不是仔仔。我欣赏女生的眼睛。笑起来，眼睛会笑的那种哦，对，双眼皮。那现场这么多女生里面，谁笑起来眼睛比较是你讲的这个笑起来弯弯的电眼？来，心颖，好，心颖，你有在笑吗？笑一个，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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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可爱可爱啊，有没有？眼睛不见的那种，来，吻吻，哎，我们有点皮笑肉不笑，嗯，来，接下来叔叔。叔叔是什么？叔叔，你到哪里去了？回来，回来！哎，来，我们傻傻的笑的感觉。好好好，小英，小英，下一个。哎，小英是好像有一点痛，是吧？是脚被什么压到？忍痛的感觉。对对对，忍痛，忍痛的笑。心宇，来，笑弯弯小电眼，好电哦。选虚拟，直接选虚拟，虚拟跳，哎，而且其实刚刚。
刚刚馨宇啊，一开始还没有鲨鱼的时候，他就说哇，就是他觉得就是很尊重他，对他觉得很厉害，很厉害。那你可以来帮忙吗？对啊，没问题，没问题。哦，真的吗？没问题。好哎，那而且他可以帮你直达送到他别人家，你知道吗？对，帮你送快递。你把鱼杀好，我可以帮你送过去。哇，直接选了，选了，直接选直达，直接选，棒棒。OK OK， 但这个是你的条件嘛，对不对？好，哎。你要挑的是不是？你要挑什么啊？就是压饮比例不能太多啊。吴尊那样吗？吴尊那个是少数啊。对啊，一般女生不会。但是我觉得我比较 care 这个，因为这个太容易遗传了啊。哦，牙龈你长想那么远，想到小孩子，小朋友。基因学是认真想到学基因学，来来来，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对，另外一个女艺人，哎哎，女艺人哦，说不定符合你们的条件哦，期待一下，来，我们欢迎小优，不会吧，不是那个小优，好可爱呀，哎，她今天打扮得很用心哦，哎呦喂，小姐姐。毕竟接触你的是，但是你前面路太久了吧？我在后面要睡着了。哎，小优冷静，冷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还有一个这个是故意不让我出来的，还在 Q 美在电眼，想说看能拖多久。真的，我觉得有在拖哦。嗯。直接 Q 出来不就好了？还是要面对。哎，你怎么没有去按电梯呢？你为什么没？今天穿跟电梯小姐上了。对对对。我今天。带大家到地下18层吧。你才去地下。我今天是要联联谊，所以我是气质，今天就走那种气质小姐姐的路线。而且我刚刚在后面都有注意听你们的条件，就是他们有人不是很在意那个指甲的部分。你看哦，我脚还有手我都有做指甲。哎呦，用心。脚控的人都会喜欢我的脚。所以仔仔，你觉得脚 OK 吗？可以吧，而且我这今年最新颜色银到爆，他下半身还蛮 OK 的，哪一个银？打麻将赢不停，赢不停，对 ，Silver， 这样有让你 Silver， 这样有加分，这样有让，如果单看下面有一点点，不要看脸吗？他的意思是脸不行，只能局部，看上去他就冷静呢，因为会只看我的脚。好了，也可以，给过给过，但至少腿是漂亮。对，我腿还可以吧？看你是哦，就是腿很兴奋，真的很漂亮。慢慢看上来就整个冷掉，这样就冷静了，冷静。身材是很好，我是有有趣的灵魂。如果跟我出来约会，你都不用聊，我都一直讲一直讲。对啊，其实小优等于是一个开心果，就对，他会想办法让大家开心。对，今天现场就要来演个短剧好了，可以吗？剧情就是说呢，哎，两个人在公园跑步。好，然后想要看到前面女生的背影，觉得很像，她觉得一定很漂亮，想要跟她搭讪。好，然后就拍拍她，就小姐，我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然后看到是小优，就一把呼下去。不不，等一下，导演没有这一段，导演。加戏加戏，我忍不住，我忍不住。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爱情剧。什么啦？啊，怎么样？小姐可以跟你做朋友吗？然后看到小优微笑的脸，然后后面。自己看怎么样发挥就怎么样吧。好好好，你被搭讪了。好好好，可以。OK， 谢谢导演，谢谢导演。那我们就派直达。直达。好 ，OK， 是否能够因为看到你的电影就一见钟情，直达你的心呢 ？And action。哎呦哎，还蛮会配合。这什么画面？有够蠢。哎呦，前面有个漂亮的女生。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你是，你是谁？我想认识你。还要继续跑吗？可以，没关系，我们一起跑。边跑边聊。那你愿意跟我跑到我的未来里吗？没问题。让我直达你的心里。哎呦，好，好会，我们一起走吧。直达你的心里，好像可以。哇！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表演很尴尬的话，另外一个完全配合，他就不那么尴尬。对，尴尬的就是别人。等一下加500给你，很棒，蛮顺的。对呀，哎，所以不尴尬可以哎。我想真的问你，像小优这样子女孩，然后她也喜欢你，希望约你出去，你 OK 吗 ？OK 啊。你确定？不要官方哦。真的。哦。真的。单独。
你们有必要这么惊讶？我怎么样也是人生父母一样。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有手有脚的。你可以先安静一下吗？我们想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我很随和的，真的。哎，那他刚刚都说他不挑了，他不挑，他不挑。就是说，小优本身对你来说可爱指数 ，OK， 从一到十的话，你会给他几分？七分。七分啊！七分。标准七分哦，我是你的 lucky seven。嘿，那流星雨，流星雨的话，流星雨的话，八分，八分，他才一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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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问，都是高分。那小英呢？小英呢？要问几个？嗯，七点五，七点五，还是比小小英高。那再来，吸引的八点五，八点五。糟糕，稳稳呢？稳稳，还要再问九分，输，九点五，啊！完胜，而且不晚了，小优今年获得最低分，我以为积分高。我刚才，我在帮你，不好意思，我没想到我在帮到你，我错了，小优，别疑了，不好意思，我想说，一问下来可能都六分呐，什么的，有些最多跟小优一样七分，就没想到一问一轮下最低分，没关系，才刚出来嘛，等一下再慢慢加温，好，先不要一下冲太快，不急，谢谢知达，谢谢，好。要来做一个第一印象的配对，好，对吧？啊，男生也要选，啊，男生我们等一下再看，请投票。知达很高分，知达超高分的，知达你的心。仔仔，我跟你讲，仔仔要求过高，对，要求过高，结果后来可能吓到一点女生了，对不对？等一下帮他加分一下。哎，怎么搞的？等一下。星宇，你说宁愿单身是怎么会这样子？刚本来第一眼是觉得那个直达嘛，但是因为我有直觉第六感，我觉得很多人会选他，我不想跟别人抢，所以我就宁愿单身。然后你想跟别人抢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叫车啦。不要，我可以后面可以再观察仔仔跟那个文腾啊。文腾是可以，好。嘿。星颖，你是选文腾的？对，我觉得他很可爱啊，很可爱。母胎单身，太感动了吧？够追啊！为了更了解彼此，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缺点有哪些。缺点，可能听完那个他们的缺点之后，女生的这个票可能会稍微变动，跑票哦。我这个弟弟他喜欢越级打怪啊，越什么意思？电玩吗？就是因为他标准都很高，然后。其实他从小我就看他长大，然后他就很常在房间看一些隐隐偶偶的东西。对，隐隐偶偶就是因为他很宅，对，他很宅，然后又不喜，他又有社恐，然后他又很喜欢美女，所以其实很多 AV 女优都是他的性幻想对象，择偶对象，所以他因为很多 AV 女优都长得很标致啊，所以他都把那种哦长头发，然后双眼皮，然后鼻子要挺挺，然后最好是有一双大美腿，当做择偶条件。哎呦！然后我跟山上优雅掉到水里，他会救山上优雅，他不会救我。啊，真的吗？你仔仔，因为拉拉会，姐姐会游泳啊。我不会游泳。你居然扯谎，为了山上优雅说你会游泳。山上优雅，一点是一点是，我的姐姐呢，她会游泳呢。没事没事，我们先回家呢。居然这样子，文腾，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对他还是有一些想法啦，啊，因为姐姐是，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人，你知道吗？哦，你有看过一个男生，然后一直在跟你上历史课吗？比如说现在在战争嘛，一些国家关，他会关心一些局势，那关心一些局势的时候，他就会跟女孩子传一些新闻。你说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那当然，因为我们从商，我们做生意，我们要了解一下世界观，就是现在的整个经济的趋势。真的，刚刚张文琪也在跟我在后面聊好多。可是，一开始就跟人家聊这个，那这个就是臭直男的。对对，
他很直，总会每次都说啊，你今天做什么？然后吃饭了吗？可是你聊的那个也太严肃了吧？他就觉得说那个他大概可以聊个一两次，就要赶快换下一种这种其他议题了，这样。都是议题，你看，我不知道，就是他是不是书读太多？我觉得跟他这样，对，跟我觉得就是书念太多，是不是他就觉得每一个东西都要去找一些科目讨论，然后要找出一些东西出来，对原因，然后探讨，了解一下脉络。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受不了这种臭直男哎，因为他绝对不会就是只有在这个领域聊天领域这样子。你是不是？因为我之前有遇过男生，他也是直男，然后因为。那次我们大家聚会就是离我家蛮近，我想说啊，那我故意不要开车给他一个机会，然后我就是我们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个我今天没开车，然后他就哦好哎，然后也要载你回家。对，文腾，我今天没开车，我载你回家啊，我送你一程啊。对，那你很可，那你他会这小事，我很可以当司机的人。哦，那我在，我会在车上跟你好好的聊。你会不会就只是司机而已？你会不会是就是个司机啊？救人！哎呀！但是真的，我糟糕，我在车上，他可以跟他聊很多天，而且他还会唱歌给对方听。那今天一定要秀一下，好不好？好，唱一下，唱一下。对对，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对象啊，小优好了，是不是？小优 OK 吗？不想 cue 我。好，来，文腾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哦，我唱那个《永不失联的爱》好了。哎呦，来，很难唱哎，这首歌。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像星星的爱是星辰的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你还在。好会唱，很加分。他的歌声很好听。对呀，你刚干嘛唱歌啦？不是，因为他小胖子，我帮他补。是啦，为什么紧张？是因为小优的关系，还是说跟女生的关系？因为小优啊，哦，小，因为什么？跨流贵啊，好好聊天。没有，我说，假如他是不是应该牵哪一个女生都紧张？我说我这样问他，他说没有，是因为牵小优。那跨流贵一定有什么理由啊？不是，其实牵他有一种安定感，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定感。对啊，是土地婆，是对对对，有点像嘛，就是你知道你逃不了，就对。离不开，逃不走，可以正撒。什么啦？要逃什么？心中有一份踏实感。有，好，好不好？再接再厉，谢谢啊，谢谢文腾，谢谢小优。再来是齐慧姐，再来是我，直打的缺点有什么？其实呢，因为我认识他这么久，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没什么 bug 的人。但是因为呢，我们很常一起打牌、打麻将，然后呢，我觉得他牌品有点差。哪一种差？牌品差很严重哎，牌品差是一个，但是呢，他的牌品差呢是，他不会去摔牌，但是呢，他会一直谁谁亮，然后念到就是整个当下气氛都超差的，而且呢，他只是放第一把枪，然后他就会开始脸就是开始不讲话，脸臭，然后可能再又放第二把、第三把，然后就会开始说，哎，那个。牌是没有洗干净啊什么的，因为我们都是手动的，怪东怪西哦，手动的，不是用电动的麻将桌。可是我改很多，他改很多，改很多。我以前好胜心比较强啊，哦，会比较在意输赢，对。他现在真的还好，现在我就是平常心，对，平常心，对对对，就拉稀拉稀的，那还好，拉稀，改过了 OK 啦。听完这个，女生会觉得叔叔有，我之前有遇过一个脾气很差的男生，就是我那时候跟他暧昧嘛，然后就出去约会，我们就点一个50块的冰淇淋哦，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先付钱，因为我身上都是钞票嘛，然后他就以为我们要给他那25块钱，25也还好吧，他就在街上大骂我说你这个无赖，25块钱你也不给，然后我真的有
吓到直接去那个 Seven 买一瓶水，然后给他25块钱，然后他就变回来好好的说，等一下我要去看电影啊，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你跟一个神经病出去，好可怕。这不是脾气不好，这是小气耶，这很小气又脾气不好，直接封锁，这很傻。哎呀，超帅的，他185，超帅。哦，还是不行，小气就是不行，这个不 OK， 还是不行的。来，文文呢？哎，文文默默的换了。文腾呢？哎，怎么搞的？刚才文腾唱歌之后，我觉得很吸引我，所以我觉得我也要换，我也要换，因为直达的牌品不好不行。爱打牌，你也是爱打牌的。小优，我跟你讲，我弟是那一种会给你钱去打牌的人，很棒，因为我很常输。OK OK， 牌品不好，真的。你常输，那你直接拿人家钱就好了，你何必去打呢？我有赌性坚强，因为牌品不好就是人品不好。哎，稍微还好，人品不会啊。他虽然牌品差，但他人品真的不差。然后他呢，其实他蛮会逗女生开心嘛。哎呦，而且你有假的，长得很像谁吗？陈汉典，他呢？他会模仿陈汉典讲话，真的？真的假的？陈汉典还不好模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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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你知道吗？你才不好模仿呢！你的台湾口语真的是很厉害。哎，快去，你看一下他的那个模仿表演，对心语讲好，对我，那赶快换一下，对心语模仿陈汉典。对心语讲一些，心语讲情话，讲情话，对讲情话，哇，聊心语的情话，好，好好好，来，心语出来，可以啊，可以啊，哇，自己 Q 哦，主动哦，不错哦，很会 Q 哦，这样就对了。心语，你平常都搭什么交通工具啊？自己开车，都不坐公车、捷运吗？不如搭我这台自搭车吧，绝对不会塞车。哦，是。有可能常常会被拍照。哦，为什么？因为看到你，我的心就超速。他不好意思，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请问一下，模仿的地方在哪里？我要确认。陈汉典已经开始了吗？陈汉典会用胸部。他刚刚就是陈汉典啊。对对对。陈汉典刚刚就开始。这个哈，而且他的表情、嘴唇发白的很像，他笑脸超像陈汉典的，笑脸超像，有像有像。我可以继续了吗？可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没有结束，还有，请。而且你知道吗？我这台直达车，原本都不停靠的，直到遇见了你，很像。我学陈汉典紧张的时候的样子。可爱，而且他很深情哎。心语，你觉得怎么样？心语你觉得？他很努力，他眼神有爱，很深情。很深情。对对对，很。而且他直达是可爱的。因为我们不能以一个就是说好像是一个艺人表演的这种态度来检视他。对。他很愿意。表现对，很愿意讨女孩子开心。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幽默人哎。他是，他只是不常上场的。对，他在私底下一定是会逗女生开心。而且其实啊，他这一次，因为他第一次上节目嘛，然后他为了这个节目超认真，他就是因为想了这一段的那个撩妹的话语，他昨天还特地传给我，他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就是好不好笑。”然后我就说，哎，我觉得很真诚，然后也不油。他说，哎，但是我觉得不好笑，哎，那我这样的节目效果就会不好，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再想想看怎么用，这样。好认真，他超认真的，传一大段，好加分，很认真的男生。为了女生愿意付出。我觉得我弟也是，哎，他也很有了，对，他也很会逗女生开心，让他加分。目前对面都没有选仔仔的，没关系，我们后面慢慢加分。来，他很会逗女生开心，而且他之前有一个。就是女朋友是就是比较忧郁一点，所以她学了一系列的笑话，就是为了让这个女生开心。哦，对，好感人哦。她暖到除了每天都煮一些炖物给她吃，然后平常如果看她只要一忧郁，她就讲笑话给她听。那我们要今天讲几个给我们女生听听。我可以对心雅讲吗？哎呀，可以啊！你要不要来这边直接面对面？你看越级打怪了吧？去！有一天啊，有6个美女。他们在海边玩水，然后同时间6个美女溺水了，
那这个时候旁边刚好有个教练，教练跳下去救起了两个美女，那剩下四个美女谁救他们啊？怎么办？就死啦。没有，有人救他们，有人救他们啊？谁救他们？谁？是你，你救了他们啊？为什么？因为你救四个美女。再来，再来，可不可以？你知道豆腐拍照会变什么吗？豆腐拍照会变成什么？啊？不知道。会变百叶豆腐啊，因为它百叶。好，好，那算了，见好就收。对不起，对不起，我来看刚刚那个，就是个美女，那个是个美女，剪掉，剪掉，就是个美女，很好，很好，仔仔不错，不错。我想到一个，我可以问他吗？啊，反撩对，来那个什么水果，嘻哈歌手到水果摊买什么水果买不到？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葡萄柚。有。为什么？啊，葡萄。哦，因为他说葡萄柚。柚。算了，我们还是从那个就是个美女那边收就好了。是个美女。后面那个都不用，后面那个都是个儿子。是个美女。我讲错了嘛？对对对。哎。OK， 其实我觉得三个男生都蛮可爱的。对，凭良心讲，那只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地方稍微的调整一下下，其实就 OK 了。没错，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对男生有一些了解了，我们再问一下女生，看看，因为我们做再一次的选择啦，哈，中间有没有跑票的？有没有变的？小英改变了文腾，哎，但是叔叔怎么变成我宁愿单身了？就看感觉。没有感觉，感觉稍弱啊。OK， 没有感觉，没有关系。好，那小英也选择文腾，因为我喜欢唱歌超好听的男生。哇哦，加分到超加分的耶！有好，我们先看仔仔啦，仔仔，请选择啊，心雨。哎呀，可惜，你就知道。哎呦。仔仔，你是喜欢心雨这样的女生吗？还是对啊，很棒，就可以跟我奶奶一起做菜。啊！我刚刚因为拉拉有讲过吧，她是很孝顺的，很孝顺。好，可惜没有配对成功。来，心雨选择直达，那我们来看看直达的选择，选择是一开始就选好直达心雨。这样配对成功，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看好的，就配对成功，那一定要进行一个互动的，哎呀，好不好？互动的方法很简单，一起吃一支吗？一起吃互惠巧克力，对，好，这个节目上常常看到了，就是这个巧克力饼干嘛，对，那就是男生咬一边，女生咬一边，啊，一起享用甜蜜幸福的爱的巧克力。对，这种感觉，那因为我知道直达可能不常上电视，可能需要示范，那我们就请丰田跟新雅来示范一下。哎呀，好，那我先来。哎呀，直达看好喽，这个也要示范，男生要主动一点，好吗？男生主动一点呐，先这样子。啊，对啊，啊，你要咬另外一半啊，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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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来来来，这样，哎哎哎哎。哎，好啊，这样子，哎，好，导播给特写了，导播给特写了，对对对，啊，不能浪费哦，手不要挡，手不要挡，手不要挡，对，哎，是不是？可以的，怎么样，直达？没问题，准备好了，害羞啦，爱的巧克力，爱一杯杯 ，and action， 哇，哎呀。贴心的感觉，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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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深情啊，他好深情，知道，知道，好好玩哦，他好深情，好深情，好像接吻的感觉，超亲，很认真呢，他很认真呢，他真的超认真，我觉得他不错哎，蛮可爱的一个男生，可爱。啊！看那眼神，我笑死。
石达刚刚心里面在想些什么呢？他笑起来好美。哇！好了，哎，他算是美女吗？嗯，是100分。100分，100分，哇 ！OK OK， 赞啊！谢谢啊，恭喜你们，谢谢两位，哎，太棒了，哎，最后我们还有，对对对，来来来，最后文腾，我们很好奇文腾到底选择，我也蛮好奇的，哎，文腾很热门呢，哇塞，这个万一配对成功，哎，你很热门，开心啊，哎，我们现在就有小英、小优还有新颖，新颖，请看文腾，你选择的是小优。就是一种很温，很让人家温暖，然后放松的感觉。对，没有压力，其实蛮适合当老婆的。哎呦，给你安全感，安全感，真的。上面那些那个大学生都很适合当那个女朋友，朋友都很开心。哦，对啊，但是我已经安定下来，31岁了，所以我觉得该安定一下了。小优有请，来请来，爱的巧克力。可以啊，压轴是一半，一半太小段了吧？来来来，没关系啦 ，OK 啦。哎呀，我也是会害羞。对呀，这好玩的啊，是不是？加油哦！好，在吃巧克力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小优说？有吗？来，啊，我不会讲哎，哎，你真的，你今天非常的漂亮，然后很有气质，然后你就是我心里面那只美人鱼。美人鱼吗？对，好，可以可以，申请申请，安康鱼，太可爱了吧，小妞，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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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联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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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两位准备好了，来，爱的巧克力，预备，请开始。喜感啊，开心啊，不错啊！我弟说他如果今天有联谊到的话，他要把这一个东西送给你。还有礼物？还有礼物？他自己准备的。哎，你的好用心啊！什么居然有礼物？这是一个耳环，我很喜欢女生戴耳环。对对，哇，对对，很淡雅可爱的，很可爱，像两个鱼钩。就是鱼啊，我是双鱼啊。对，谢谢。太好了，我们终于把小优再消出去了。恭喜恭喜！千万不要再有小优，文腾，请你救救我们，好吗？你要恭喜两队啊，谢谢，谢谢啦。我们在52台被撤照，我们在 YT 被限流、被黄标，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我们全都遇到过。但是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这里永远不断线，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全都在里面，一次满足。